哇，舅舅，你教我用 LINE 的官方账号真的很好用哎，功能好多哦。小美，你们年轻人现在比较常用 Instagram 还是用 Facebook 呢？当然是 IG 啊，老人才会用 Facebook 吧。我是因为想卖东西才开始比较常用 Facebook 的。其实呢，脸书的官方他们也有发现这个事实，所以啊，在2012年的时候就已经收购了 IG。现在呢 ，IG 和脸书都是同一家公司了。那你能不能说说看，为什么你比较爱用 IG 呢？因为功能比较单纯啊，我主要用来发我美美的照片，加上短短的几行字就好啦。而且啊，我爸妈都在 FB， 所以我不太想用 FB 啦。哎，对了，那 FB 公司买了 IG 之后，有什么特别的改变吗？有啊，现在的 IG 账号和脸书一样，也能够自己购买付费广告咯。哦，难怪我在滑 IG 的时候，常常看到有些人的图片，它的下方都有按钮可以点击连接到他们的网站去。这就是付费广告对吧？没错， IG 和脸书的广告贴文呢，账号下方都会有赞助两个字，只要看到赞助两个字的贴文啊，就是付费广告，不是你好友的贴文哦。所以我也能在 IG 买付费广告咯，可是我好像没有看到买广告的设定耶。那是因为你的 IG 账号是个人账号，如果要购买广告的话呢，你就必须切换为商业账号哦。其实啊，你也可以把商业账号想成是脸书粉丝专业的身份，不过呢，你仍然可以使用个人账号的原本功能，例如啊，你去追踪别人，或者是让别人来追踪你，其他贴文的方式呢，都和个人账号是一样的哦。那当你切换成商业账号之后啊，你在 IG 的个人页的每一篇贴文下方都会出现推广两个字，点这个推广啊，就可以开始买广告咯。那如果我不买广告的情况下，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行销方法？我觉得现在没什么钱去买广告耶。好啊，那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IG 有哪些比较好用的行销功能。第一个呢， IG 啊，它是以图片和影片的展示为主的，主要呢就是用手机去观看，而不是用电脑。在进入这个 IG 之后啊，它的排版方式呢全都是大大的照片或者是影片，那文字的部分呢占整个版面的面积是很少的，所以呢在进 IG 的时候啊，你要先用好看的图片或是影片去吸引人家来点击，才有机会让人家看到你文字的内容在写什么。那从这个 IG 本身呢，它提供了数十种的这个滤镜功能啊，就能够发现这个 APP 啊就是很着重在影像上面的呈现。那第二个啊，你善用 IG 的这个 Hashtag 的功能啊，来增加曝光的机会。 Hashtag 呢，它是一种主题标签，只要在这个关键字前面加个这个井字号啊，那这个关键字呢就很容易被搜寻到。一篇贴文最多可以放30个 hashtag， 只要是这个贴文相关的字词呢，找出符合时事和品牌的关键字来当成这个 hashtag， 就能增加被陌生访客看到的几率。对你的贴文有兴趣的人啊，就去追踪你的 IG， 借由这个功能呢来增加追踪者的数量。例如啊，你张贴的是美食的照片，那你就在这个文字栏的最下方写上井字号，然后 food PIC， 或者是井字号 food IE， 这个啊就是美食照片和美食家的意思。若是健身的照片啊，你就可以去放像这个井号 fitness 或是井号 workout 这一类的主题标签。那这样呢，可以去吸引到有相同兴趣的人，那关注你的账号并去追踪你哦。那第三个啊， IG 的这个触及率啊，高于脸书的粉丝专业。目前啊，很多网红都会同步去经营 IG 和脸书的粉丝页，把这个同样的图文啊，同时贴到这两个平台。大家目前都一致认为啊，在 IG 的触及率会远远高于脸书粉丝专业很多，很容易发现啊，在 IG 的贴文按赞数远高于脸书的粉丝专业，因为 IG 目前用户数仍然处于这个成长期，可是呢，这个脸书的用户数啊，它已经趋近于饱和。那官方为了让这 IG 的用户数持续的成长啊，就会尽量让触及率维持在比较高的状态，就会像早期啊这个脸书的粉丝专一样。不过呢，这种流量红利的现象啊，肯定会随着用户数的增加而慢慢消失。未来呢，还是要靠付费广告来取得流量的。那第四个啊，现实动态这种妙用，这个啊现实动态和一般贴文不一样。发送这个现实动态的贴文呢，只能够保留24个小时就会消失了。
而在目前的 IG 版面呢，它的设计上面你可以发现，发送现实动态的贴文呢，曝光效果比一般贴文更好，因为你的头像啊会出现在追踪者的上方。这个一天可以发送的现实动态的贴文啊，没有数量限制哦，所以发文的频率如果越密集的话，你的曝光度就会越高。但是啊，你要注意的是发文的质量，而不是乱发。由于这个限时动态啊只有24小时的时效性，所以呢就很适合用来做促销优惠这种讯息的发布。例如啊，优惠直到明天晚上8点，那你就可以在前一天晚上的8点去送出这个限时动态，并且你可以去设定一个倒数计时的功能。对，这也是 IG 内建的功能哦，有趣吧？然后呢，该则限时动态贴文啊就开始看到一个倒数计时器的码表在那边计时。你也可以啊，每隔1到2个小时再发一则限时动态，去告知大家优惠时间快结束咯，然后一样呢，放入这一个倒数计时器的码表，让你的整个促销流程一直被看见。啊，第五个啊 ，IG 账号它的贴文啊，可以同时分享到脸书。IG 贴文的时候呢，可以去选取同步发布的平台，例如像 Facebook、Twitter、新浪微博等等。而这个 Facebook 也已经有了限时动态的功能哦，所以呢 ，IG 在发布限时动态的时候啊，也可以同步发到 Facebook 的限时动态喽。若是 IG 的商业账号啦，它可以连接同步到脸书的粉丝专业账号哦。之后呢，只要新增了 IG 的贴文或是限时动态，那脸书就会一起出现这一则贴文，增加这个曝光度，又能够节省重复发文的时间哦。哇！我用了这么久的 IG， 都不知道还有这么多功能啊！那我如果要专注在 IG 的行销，是不是要切换成商业账号比较好呢？嗯，我会建议切换到商业账号，因为不仅可以买付费的广告，也可以有完整的洞察报告，可以看到每一则贴文的触及人数、浏览次数、粉丝的属性啊等等的这些详细的报表。这些数据呢，可以帮助我们去修正未来贴文的内容的方向，很重要哦。使用 IG 如要购买广告，就需切换商业账号。IG 行销功能：一 ，IG 以图片和影片的展示为主；二，善用 IG Hashtag 功能，可增加曝光的机会；三。IG 的触及率高于 FB 粉丝专页。四 ，IG 限时动态妙用无穷。五 ，IG 账号贴文可以同时分享到想要同步发布的平台。